follow it into the night. 排骨也是蒸的吧？对，那个是鸭下吧？对，还有鸡腿。现在有多少个菜了？有三十六个菜。三十六个菜是吧？两个排骨呢？把这个勺子出来，干豆角丁，腊鱼，红烧肉，土豆烧肉吧。萝卜干，炒辣椒。美女，你的米饭呢？它是什么汤？没有玉米汤，玉米汤是吧？对。来了。来了。好。两个人。14块钱一个。吃一毫的原因可能是菜品多，然后对于14块钱的自助餐来说，有很多别的店没有的菜，比如排骨啊、腊肉、腊鱼啊。好，但是它的味精放的比较多，你会口渴。米饭可以，另外就是他这个老板比较热情，可能给你的人比较舒服了，就那个感觉。